美国基于《台湾关系法》与六项保证，持续协助我方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，那么确保台海跟区域的和平稳定。对此，国防部表示感谢。陆军规划推动。那么，国军会坚定保国为民的决心，与美国在内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来持续的紧密合作，共同的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。来维护台海跟印太区域的和平、稳定跟繁荣。维系台湾海峡的和平跟稳定，这已经是一个国际的共识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威权主义对外扩张以及挑战全球民主的国际秩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台湾作为印太区域的一个负责任的成员，我们会持续捍卫自由、民主、人权这样的一个共享的价值。